反正现在我们仨这小心脏都伤透透的了。那你俩走吧，明儿我晚上安排你吃饭吧。啊啊啊！那走吧，这个啥呀？谢谢两位，谢谢啊。这属于啥？属于过去老话说的相亲呢，没看上小姐，看人看中的是丫鬟。我不是说你是丫鬟啊，很明显今天姑娘来相亲，人看中的不是这些小伙，看中的是这媒人，看中的是介绍人，对吧？对。